海蒂般肯辛顿宫等生 A 货世恩爱玩瑜伽。咁大阵仗都系为咗等皇帝出世啫，但系竟然有人见到海蒂星期一避开晒镜头去医院检查。有记者话，其实医院有多田通道，所以海蒂可以神出鬼没。而且传佢已经由娘家搬到喺正医院对面嘅肯辛顿宫，出入都方便啲啦。按计划，威廉王子听日会到伦敦161公里外嘅格洛斯特郡参加慈善马球赛。如果海蒂期间作动，可能由妈妈或者妹妹陪伴入院。消息人士话，因为海蒂唔想自己一个人去医院，佢近日都勤力练瑜伽，帮助自然分娩。唔睇啲相啊，呢啲系 A 货名人摄影师揾 model 模拟皇室家庭迎接 B 咋？错啊，佢哋都仲系等紧咋。所以对于有人话海蒂生咗，卡米拉就话未系时候，但就对海蒂生 B 好期待啦。